助跑跳上。做了一个小翻小翻直体。后空翻站木。这串难度价值综合难度价值达到了1.1。做了一个360立转，刚才他弥补得很好，多转了一点，但是我们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。好，前空翻接小翻，后手翻拉拉提。这是 D 加 B 加 C 的连接，包含一个0.2的连接价值。前空翻直接接后空翻成俯撑。这天王有0.1的连接价值，那么综合难度价值这是一个0.8了。交换腿结换跳，哎呀，啊，漂亮，非常遗憾。交换腿跳直接后空翻，这是0.7的难度价值，包含0.1的连接价值，0.7的综合难度价值。躯体后空翻两周，